你觉得这个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 明奇，我觉得你会想看看我们的孩子长什么样。明奇，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一定是。明奇，我想了好久，给孩子想了个名字。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好听，你可以再起一个的。赵一凡怎么样？赵天齐，赵睿，赵睿好不好？啊，赵毅，赵毅好吗？叫他赵更人，赵更人。 是我进去看一下你。明奇，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啊？你是来看我和宝宝的吗？来，进来，进来呀！我不进去，有话就在这儿说。 说吧，旁边有邻居。我说的话不怕人听。华莎，不要以为你有了这个孩子就可以拿住我。什么叫这个孩子？这是你的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。我怎么会拿孩子拿着你呢？ 你怎么会这么想？那你天天往我们家送快递，什么意思？是宝宝想要跟爸爸交流，沟通情感。这个孩子怎么来的？我想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这是老天送给我们的惊喜，不是吗？如果你执意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而且能够证明我和这个孩子有血缘上的关系，那我会让我的律师来跟你谈。 来解决这个孩子以后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，因为毕竟孩子是无辜的。但是你记住，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瓜葛。这个孩子是咱们之间的纽带，有了这个孩子在，你跟我永远都逃不了干系。 这件事情，在法庭那天我就知道了。